海洋公园 Halloween 请人啦，今年将会招揽大约1200个台前幕后的鬼才，当中蛙鬼演员占500个，还有人工加。其实今年我哋嘅薪酬嘅时薪咧，比起旧年咧已经我谂个加幅超过10% 噶啦。咁时薪我哋系会由78蚊开始，去到165蚊，就视乎个工种啦，同埋佢哋嘅资历嘅。睇落都好吸引，咁总监想请咩人先？唔系一定要请靓仔靓女嘅，只要有性格。我哋有几百个角色咧，其实需要即系真系高矮肥瘦，无论你样貌系点样，有时我哋特登系揾一啲比较唔系一个普通样貌嘅一啲candidate 嘅。我哋曾经试过，我见到一个好肥嘅，我哋。所有人的眼神咧，第一件事就已经正呢、這个面试嘅流程。蛙鬼应征者除了自我介绍之外，亦都要即场扮演蛙鬼角色，例如模仿女巫食蛋糕。海洋公园话，只要表现出热诚，亦都乐意聘用同埋提供相关训练。64岁行动不便的 Angel 需要坐轮椅，上年扮演蛙鬼，亦都系历届第一个扮演蛙鬼的相见人士。虽然我系64岁，但系我仲有心有力嘅、哦。覺得即係唔可以話，因為我有少少缺陷，我就唔可以去發展我自己嘅理想噶嘛。咁我覺得即管就拍下心口，去海洋公園啫嘛，喐使乜驚啊？咁我就去咗去應徵啦。最後海洋公園為佢安排咗一個度身訂造嘅太空艙鬼怪，方便佢喺輪椅上出演角色。